生命的色彩，像鱼儿又像大海，风儿自由何在，我有自己的态度，关于梦想和爱，一切要痛痛快快拒绝前后摇摆，不需要你来指点我如何招人爱，像猫儿不理不睬，花儿不想不开，我有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和坏，何必正好来，过来喝点茶。我不喝，一肚子气。怎么了？谁又招你了啊？这个孙大雷自己刨了坑，这下好了，把自己儿子都给坑大发了。啊？他又刨什么坑了？他这两天不是跟孩子们处的还可以啊？他又闹什么了？你不是替小航辅导了一篇作文吗？啊？孙大雷同志趁小航不注意，把作文名儿给改了，你知道改成什么了吗？嗯，后爸小时候的一件事儿，可笑吧？现在全校人都知道孙小航有个后爸了，笑笑和小航变成了大家的笑柄。我去找他理论，他还说什么？说是你的责任。哎呀，怪不得笑笑给我打电话，原来是说这件事儿。不过这孙大雷能想出来改作文，确实有点可笑。他又不是小孩子，他怎么一点分寸都没有啊？算了，发生的事儿就别生气了啊！哎，不过小航应该是很难受，你这几天多关心关心他，看看他有什么情绪没有啊？爸，嗯，你不生气呀？这可是把你都带在坑里了。我生什么气？孙大雷生气是因为他不自信，他害怕孩子们把我当成爸爸。不过我觉得这样挺好，他要真有这种担心的话，多从我身上取长补短，没准就越来越有爸爸样了，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？爸，我突然觉得姜还是老的辣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啊？哪一层啊？你看啊，孙大雷肯定觉得你现在就是孩子们的后爸了，那他吃醋了呀，这更加说明孩子们对你的认可。行了，来来来，先尝尝爸泡的茶。哎，哎呀，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孙大雷也是他们的亲生父亲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你呢，有功夫的时候也劝劝这个笑笑和小航，不要老抵触他亲爸爸啊，也不要老跟我比，这不好嘛，是吧？爸，我真是越来越崇拜你了，来干杯。有没有人要听睡前故事啊？很好听，叫做阿拉丁神灯。
出来了吗？干嘛呀？姐，孙姐说明天下午要开家长会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是不想爸爸去吧？一次家长会不去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可是这是我转学过来之后的第一次家长会，老师说，家长们必须都得去，还有活动投票呢。那只能爸爸去了呀。可是，那要不舅舅去？不行，要是被张小西他们发现了，就会说我有三个爸的。那要不我去呗？你怎么能行啊？哎，我怎么不行了？我是你姐，而且就只是投个票嘛。到时候你喜欢什么活动，我就给你投个票。回头学校出了通知，反正爸爸不去也不行啊。也对，姐你真好。去睡觉吧。你这有点势单力薄啊！哎，兄弟，我经验比你多一点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投标大会一定要看人才，还要看公司实力。忽悠，接着忽悠，这是投标大会，不是练嘴大会。我就欣赏你这股子闯劲儿，回场上见。雷哥，这怎么办啊？要不我去找找？上哪儿找去？哪还来得及啊？听天由命吧。各位，请看，这是我们万杰公司的设计方案。大堂，15米挑高，过道，大理石地面，餐厅，还有真皮沙发休息区。雷哥，这怎么办？吧台。万杰打电话不接，付两金不回。这马上就是咱们。那么，以这个施工方案为基础，根据施工总进度的安排的工期和技术物资条件，你就是我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下凡，谢谢你。笑笑，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？你爸呢？啊，我爸有事不能来，所以我来开家长会。开家长会，大人不来，让你小孩来算什么呀？可我妈从来没把我当小孩啊！我是小恒的姐姐，妈妈不能来，爸爸有事，所以我来代替他们参加小恒的家长会。我给你爸打电话。什么家长会？我不知道啊。装，你继续装。我告诉你，孙大雷，你现在是违纪行为。你别给我乱扣帽子，我真不知道。这事儿我用得着蒙你吗？行，来不来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雷装饰公司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设计。就这一哆嗦的啊，自己想清楚，这单没了，你怎么跟大伙儿交代？你怎么跟我交代？好，
让我们有请大雷装饰公司的团队为我们讲解他们设计的创意，来，有请。应该强调的是金融监管还有企业内部的风险控制，咱们这个我觉得写的有点猪词颠倒吧，是吧？不，对不起，我问女儿电话，我接一下。喂，小雅，啊，我正在给人讲论文呢。啊，那哪行啊，我马上赶过去。行，你甭管了，我来处理。哎，那个张总，实在抱歉，我知道二位这个时间宝贵，可是我女儿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有点急事，看我能不能。没关系，那个黄老师，您刚刚讲的内容啊，也足够我们消化了。我们呢，也正好需要时间来重新思考一下需要修改的地方。对，下次课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讨论。啊，真的，太好了，谢谢理解。各位家长好，这次把你们都请来，就是为了跟你们有一个更好的沟通。在孩子成长的路上，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，这就需要家庭教育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对即将举行的对不起大家，我是孙小航的家长，刚才塞车来晚了。快请坐吧，下次孩子的事情请放在心上。我们呢，待会儿就要对即将举行的亲子出行活动进行投票。那这次学校也是希望兼顾家长的时间，还有孩子们的兴趣，来完成这件事情。其实也就是希望能达到活动最好的效果。所以学校呢也有几个方案，希望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路上堵车。我是孙远航的家长。爸。哎呦，这不是不好说。爸，这位先生你谁呀？啊，我是孙大雷，是孙小航的爹。你要开家长会，上自己孩子那儿开去，别跟这儿捣乱。你不是说有事来不了吗？我怕孩子们着急。我怎么着？开家长会不能晚两分钟啊？啊，那个孙小航的家长，您可以先坐下吗？咱们继续。对对对，你先坐下，别影响。谁影响了？到底谁在这影响别人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们要吵架出去吵可以吗？不要在这妨碍我们。黄小莹老师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们学校开家长会都不通知家长的呀？干嘛呀？你这叫玩忽职守，知道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你就想给你爸机会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这些招都太下作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出去好吧？你赶紧坐。爸，假装懂事。我没有办法。小航，你满意了？非弄得我们父子反目，一点人性都没有。哎，小航，那个各位家长，你们先等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爸，啊，你去那边找，我们俩在后边。你慢点，小心点。你快去啊，夏夏，小航。黄小莹，你就算拿我跟你爸下套，你也不能拿孩子当枪使啊！你这招太下作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找孩子重要？小航，小航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航，今天是姐姐对不起你，黄伯伯是我叫来的，我就怕开家长会，同学们说你没有爸爸。小莹姐，不怪你，怪他。不是那。怎么能怪我呢？那开家长会，小韩，你不是也没跟我说吗？没跟我说，你就不能怪我。我根本就不想让你来参加家长会，就是怕你又来给我添乱。小韩，我能给你添什么乱呀？好了，
笑笑，小航，跟你爸爸先回家吧。我不要回家。哎，那你们俩也不能在这儿站着呀。我们去舅舅家。行，走，先到我办公室去，我给你舅舅打电话啊。不难过了，没事了啊。那个，大伟，今天这个事儿真的是误会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小航就没有告诉你开家长会的事儿。什么误会啊？学校开家长会不跟家长说，让一孩子回去说，这摆明了就是你们父女俩给我刨的坑。你干嘛非要这样考虑问题呢？你这完全是阴谋论，至于的吗？你说孩子如果是信任你，他们愿意告诉你，为什么不跟你说家长会的事儿？你为什么不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呢？你少给我上课，怎么着？全天下都是你学生啊？孙航，我是谁啊？爸爸。他是谁啊？是妈妈的男朋友。那你为什么要认贼作父啊？啊，你弄清楚了，说我给你添乱，我能给你添乱吗？真正给你添乱是站在你身后这个人，知道吗？你看清楚的。黄伯伯没有添乱，他也不是贼。那他是谁啊？他是妈妈的男朋友。对呀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说。如果他跟我妈妈结婚了，那不就是我新爸爸了吗？结了婚，我也是你爸，你们永远都只有我这一个爸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大雷，你冷静点，吓着孩子。是没有人否认你是孩子爸爸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哎，爸，太过分了！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注意一下你的态度。好，从生物学上来说，你是我们的爸爸，没错。可是从生活上来说，请你列举你是我们爸爸的证据。不是，我跟你妈生了你，还要什么证据啊？怎么着，亲子鉴定啊？请问，小航在老家的学校念几班？班主任姓什么？他哪科成绩好，哪科成绩不好？穿多大的鞋子，多大的衣服呀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不知道就我就不是你们爸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是你们爸爸这件事已经既成事实，走到哪儿这血缘关系抹不掉，懂吗？他是一外人，为了跟你妈妈要结婚，所以故意讨好你们俩，虚情假意的，知道吗？懂不懂这件事情？你说你们俩遗传我优良基因这么聪明，怎么就能被他的糖衣炮弹所迷惑呢？真情还是假意，孩子们怎么能做不出判断吗？不管黄伯伯是男朋友还是新爸爸，不管他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总之他就是本着对小航负责任的态度来参加这次家长会，你就不应该这样发火。我还不能发火了？他冒充我还不能发火了是吗？就是你做的不对，做错事要承认错误，要道歉。我做错什么事了？我是你们的爸爸，我做错什么事了？说。好，冷静冷静，大磊，别再伤着孩子们的心。你再火上浇油，你信不信我撂倒你？给你脸了，穿上，黄警官。干嘛呀？别激动，干嘛？学校没事啊啊，没事。喂，说。喂，李哥，中了，中了。什么中了？说人话。中标了呀。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我一定定好地方，让兄弟们都来庆祝一下。这样，你带着人先过去。我一会儿就到，我这还有点事儿。哥，有事你先忙你的，只有我呢。有你顶个屁用啊！我怎么就不顶用了？要上次不是你诓我，今天能有这样的事儿吗？这账我还没给你细算呢。笑笑，小航，今天这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们也不能光赖爸爸一个人啊！哎呦，老黄，你就别说了。今天肯定早完不了，你这样，一会儿你把俩孩子给我送回家去，啊，把孩子交给你了。
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要再没办好，让黄二郎把人给我调走了，咱俩连朋友都没得做，更别说兄弟了。听明白了没有？闺女儿子，今天爸爸来是放下了手上很多工作才来的，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情绪有意见。这样，爸爸先去忙工作，然后等我回家之后，咱们再慢慢谈，好吗？家长会就闹成这样了，我当然得跟姐说一声了。不是李娜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就算你憋死了，你也不能说。我求你了，行吗？已经够乱了。憋死我不要紧，憋着他怎么办啊？不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那王八蛋呢？刚刚小航说了啊，他明天不想上学，怎么办？我带他去我们公司玩两天，小孩玩两天什么都忘了。带什么公司啊？你把你自个儿带好就不错了。不是李娜，我什么都可以，你但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跟我姐说。你甭给我废话，你给位。不给啊！给不给？给。但麻烦你自己玩一下。哎呀，好玩吗？好玩，你看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给不给？首先令一下啊，下面有请孙总讲话。好。掌声不热烈。好。首先，我得敬在座的每一位，因为没有你们。就没有我孙大雷，就没有我们的公司。你们是咱们的公司的最大的功臣，我在这儿先敬各位，我先干了啊！好，好，酒不错，我替你们先尝了一杯。咱们公司顺利地拿下了九州集团的项目，从这个项目开始，咱们公司正式步入了高端平台。从今以后，我相信。咱们大雷装饰会蒸蒸日上，我敢向大家保证啊，只要有我的酒喝，有我的肉吃，大家就能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。废话不说了，开吃，开喝。亲爱的，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你，没有你点醒我、鼓励我、帮助我，也就没有今天。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话，我不能没有你。陈石，哎哥，来吧，来，咱哥俩没得说啊，都在酒里，都在酒里，哎，连干三个的，行。出什么事儿？老孩子呢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不也说吗？我就是个臭流氓，这不有句老话吗？叫流氓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，对吧？来，第二个。别废话，孩子呢？我让小青接走。老张。哎，孙总。老规矩吧。对对对，打一圈，打痛快，走走走。
担心了，哥心里不痛快，你就让他喝吧，一醉解千愁。解得了才好呢，他没吃东西，你盯着点吧，别让他喝多了。哎，行。你们年轻人怎么了？有酒吵吵，来，你叫声，白的黑的，有酒吵吵。别哭，宝贝儿，怎么了？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跟奶奶说。奶奶，不要在北京，不要跟着爸爸，不要跟着妈妈，我想回去跟着你和爷爷们，快来气我。哎，奶奶、爷爷也想你呀、啊。哎呦，真可怜。小航，小航，怎么了？打给妈妈了。爷爷奶奶，怎么了？挂了。这孩子在那边哭呢。不哭啊，咱们不哭啊。来，咱们回去睡觉去。走。不是，你说我到底哪儿做错了？那家长会。可不就得家长去吗？那老黄鼠狼他去干嘛去啊？哦，我不管，说我不负责任；我管了，说我添乱。那到底要我怎么着？我觉得这件事儿啊，你做的有点过。停车，我要下去。别闹！不是，那所有的人都说我，为什么你也说我呀？我不是说你。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听我把话说完呀！啊，你说。我知道你很爱小航和笑笑，也希望成为被他们仰视的好父亲。继续啊！我不是想告诉你怎么做，我只是觉得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。可能会失去孩子们对你的信任和感情。然后呢？然后你还是认为是我有问题，对吗？那你总不能说你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你是神，你高大全吧？大雷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很真诚地去面对你自己现在的问题，明白吗？啊，那你告诉我，我的问题到底在哪儿？能不能告诉我？从主观上来说，嗯。你不希望黄兴华跟你抢孩子，你不希望孩子被他照顾。可是从客观上来说，你的工作真的是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跟精力，你没法把孩子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好。你不可否认这些吧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能不能直截了当、痛痛快快的都说完呢？平心而论，黄兴华现在就是比你适合照顾小航和笑笑。事儿啊！
孙子，你说的这些，我不是不明白。这些道理我都懂。我刚跟素云在一块儿的时候，那我就是个穷光蛋，我什么也不是，一穷二白，但是人家还愿意跟着我。后来有了笑笑，我就想让他们娘俩过上好生活，真的。我就是只想为了这个家。笑笑出生的时候，我不在；小航出生的时候，我也不在。素云跟我急了，她跟我生气，这我真是活该，我特别活该。不说了啊。你要把话说完。我每次看见他们，我心里都特别难受。我特别想让他们过上最好的生活，让他们住大房子，让他们有最好的学校，让他们有最好的玩具。所以我得拼命挣钱。我拼命挣钱了，我每天不着家了。可是苏云还是跟我生气。他问我错在哪儿了？你说我错在哪儿？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到底错在哪儿了。大雷，你知道吗？你跟苏云之间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你不是苏云想要的那种男人。真的，苏云想要的男人可能不是那种有事业、挣大钱的男人。他想要的是那种可以把挣钱的时间分一半给家里的男人。他跟你对家庭的理解不一样，明白吗？是啊，所以他要跟我离婚。真的，我坚持了那么久，还是离了。离就离吧，那你也不能一转身就让我的孩子跟别人叫爹呀。其实有件事呢，我一直有点不太明白，想问问你。嗯，你说。你觉得黄兴华跟苏云合适吗？挺合适的呀。你也觉得合适？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跟黄兴华争谁照顾孩子有意义吗？你有时间你照顾，你没时间他照顾。这几个月之后，苏云把他的工作倒腾顺了，孩子还不是得让他带走吗？到底不是他跟黄兴华照顾这两个孩子吗？所以你现在跟黄兴华争这个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你不知道我看见我的孩子跟黄兴华叫爹，我心里是有多难受。我来气，如果苏云带着孩子跟黄兴华走得远远的，我看不见，我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。可是他不能天天在我眼前都晃悠啊，所以我必须跟他死磕。你要跟他死磕，我就跟你死磕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也决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这几天在画图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儿。你不是要当好孩儿他爹吗？那我就提前进入角色，当好孩儿他妈。我演行吗？我要和你一起照顾笑笑和小航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俩就结婚，也生俩，咱们养咱们自己的孩子，行吗？不当丁克了。
我看你这样折腾，我难受，真的。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，小黄？跟你说话呢。来，笑笑、小航，舅妈问你们，你们俩喜欢黄伯伯吗？嗯，作为妈妈的男朋友，我觉得他还是可以给妈妈带来幸福的。要是他不管我吃零食、打游戏，我就喜欢他。那既然你们两个都觉得黄伯伯人不错，那昨天晚上的事儿可千万不能跟你妈说啊！我明白。为什么呀？叫你不许说就不许说，反正说了你也不明白。要是你把零花钱分我一半，我就……孙小航，你真是我哥亲生儿子，孙大来这耳机你是一点没浪费啊！我真服了你了，孙小航。是啊，舅舅，遗传就是那么神奇。以后我的妹妹一定会像舅妈的。说的太棒了，必须像舅妈，像舅就完蛋了。上学，你这小孩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？真服了你们一个个的。小恩姐，小恩姐，哎，孙小航，叫黄老师，叫老师，黄老师，黄老师，你好，小黄老师，昨天晚上回去你爸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爸睡一觉就好了。真是挺不好意思的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过说到底，我们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这事儿跟我们也没关系，主要赖孙大雷。你也知道他那人就那样。我明白明白，我爸真没事，你们放心吧。好了，我们去上课了，你自己注意身体啊。哎，谢谢啊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黄老师拜拜。你看这老黄的闺女就是不一样啊。不是怎么不一样了？是多个鼻子还是多张嘴？多大气，多得体啊！这事搁别人身上，谁能忍啊？是啊，我当初怎么就没想着说找一这么大气的姑娘该多好啊？可以找、啊。李楠过分了，开玩笑呢。现在就能找啊！敲这么半天也不出来呀、啊？怎么了？这是你看。可能没在家吧，要不然咱打个电话，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早上敲敲敲，不知道有门铃啊？妈，哎不，爸，你在家吗？你不给我们开门？我给你拿过来。到底谁呀？大早起来这么敲门，让不让使？我爸我妈，叔叔，阿姨好。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妈！奶奶都抱不住，怎么不吃东西啊？
这么瘦啊？就是啊，长高了。那瘦怎么了？哎呀，奶奶，你走这么晚了，我都快想死你们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我也想死你们了，我都想死你们了。哎呀，走不快，我肚子疼。我去，老婆，出大事了。怎么？孙大雷爸妈来了。啊。来了正好，省得我给他们打电话。爸爸奶奶，我们家活人已经非常好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阿姨。不是，哎，师傅，阿姨，来了说一声，我们俩好去接你们。我们俩再不来呀，就看不着这家孙子了。就是，来干嘛呀？如果每一天都活成一直的模样，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和梦想？不要听，不要看，不要讲，总想遗忘。闭上眼睛走过昨天的走廊。如果每条路都看到同样的风光，那还有什么值得欣赏和盼望？不用走，不用找，不用想，不用思考，垂下双手靠上明天的白墙，让我来重新定义梦想，在不一样的天空飞翔。深夜里雷电的光芒会把寂寞点亮，遇上大雨就痛快淋一场。让我